上去也行，穿这个，这个好看。阿爹，嗯，你知道什么最好看吗？什么最好看啊？不穿。那什么时候不穿衣服呢？就现在。那我今天晚上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蜘蛛啊，进我的房间，我害怕怎么办？那就把阳台的门关上吧。I see the light upon your eyes. I see the stars behind the way you are. I see the moment waiting for me.I see the light, I see the hope, I see the love, I see the light, I see... 你这有什么东西没拿吗？大半夜的，还有这么多。过来，干嘛？补偿你。
你想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倒被子了。哦。新娘，二郎，你我没被子了。给。睡觉。睡觉。是累了，就休息会儿吧。会如此猛烈的复活之法，小心，有可能有毒。手有点凉。庭院挺冷的，新娘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不必陪我。啊？哦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二郎，你也早些歇息。谢谢亲娘。二郎，你也是，早些歇息啊。你的心还在不在？如果还在的话，我要把它取走了。我一定会先低头的。就算你错了，我也想要惯着你。不行，你看啊，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不能只有快乐的时候吧，也有吵架的时候啊，矛盾。无论怎样，我都想宠着你。既然他不行，我能。Do you see the air she's dancing? Since nobody ever cared, will it fly? Will it rest? Where will they be? I know I got nothing.
这么可爱。叫得出来啊！我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爱上一个人。更别提王婷。不记得就别记得了吧。怎么看好像更长了？为什么你的睫毛这么密呀？可不可以揪下来几根，然后放在我的眼睛上？你要就到哪去吧。你笑了。不许笑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以后都只准对我一个人笑。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也不许笑，外面那些女生很危险的。数年前，你就属于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属于你一个人啊。你骗人。从来就没骗过你。你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你说，你是我的。你是我的。不对，你说反了。看来你很清醒嘛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还没有说呢。我是你的。宋年琴是桑无烟的。永永远远都是。无烟。应该只是断电了而已，别怕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几层啊？电梯刚走了一阵子，估计在三四层吧。年前。我在。我害怕。别怕，这里24小时都有人监控，他们等下就会来了。可是万一他们睡着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之前跟程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你们是不是马上就出去了？我们。当时后来就
抽烟。看着我，我就在这儿。不要怕。你把眼睛闭上。闭上眼睛。嗯。快闭上。之前研究院的朋友跟我说，
男女一起住酒店还需要出示结婚证，现在还这样吗？我不清楚，我出差都是和女孩住。啊，我也都是跟男人住。我没带结婚证。我带了照片。照片？什么时候照的？取证件的那天。照他干嘛？当时就为了留个纪念。我又不是不给你原件。原件带在身上丢的风险太大了，这样安全一些。那手机丢了，信息不就丢了？我给这张照片上了锁，没有密码是打不开的。你想得真周到。习惯吧。哎，我身上都是脏的。你这一个月有没有和佟家人讲话？有啊，只不过都是工作上的借口。不是借口，那你们以前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知道我要问什么？知道。那以后也不需要。以后也不会有。和任何人都不准。跟任何人都不会有。是先走的话，你就委屈一下，下辈子我再补偿。补偿什么？做你老婆啊。下辈子表现好的话，还有下下辈子。那我走了。下飞机告诉你，尽快回来，我会想你。拜拜。